你那你们多，老板还有几点儿，就鸡蛋子。
多了，好，没，等一会儿啊，哎，坚持啊。 行，我一下，停了一会儿。这个很重的。可以了。不然弄得太仔细了。你点燃点吧，因为我吃苦，因为你点燃。来，你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坐下来。哎，要坐那靠着控制一下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 把这两个靠近一点。嗯，大。嗯，踩在我下，现在又在下。哎，可以啊。好好。哎，可以。现在有五分钟。 等一下，现在为啥不动？现在不要再拦了，现在脚不疼。连摸摸摸，人的鼻子都来被疼了。哎，这儿子呗，还有别人行，全不出声。哎，这是天下。 这个没靠到这儿，压不下去。这个时候，哎，这个时候踩，你看，也得过个呀。等一下子咱不对，虽然不讲那个，哎，还是我们到那时候不要走了，不然别人。 在矿上，现在我也有矿了，也不讲明，真的。那是说来我是解药给你的，不讲明啊。我压力表哥有没有开？有啊，有压力感，对那二十三的。哦，不能说，老板娘，你忙。压力表哥，老板娘，控制住了。 不难的。现在不上啊，应该碰到了，都赔了是吧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。不是碰到，不是碰到，那边。他碰到他应该是吧？碰下来了。 哎，有一个人给你，有一个人给你，别走开。那他好了。那刚刚是什么原因啊？待会他有疑问哎。那刚刚是什么原因啊？待会他有疑问哎。好。我都还忘了。我都睡了吧？他把他给你搞。好。我睡了。 这人事儿不要他的，就是他走过了，让他走过了。走过了。哇！啊！真是不能。来，亲爱的。哎，咱们当时几点我们算了？这。过来，我看看。好嘞，好嘞，走了。这边。 这个边路，就靠近那个边盖子吧。啊？靠近那个边盖子吧。那我应该靠近还是不靠近？你这在这样来跑，他，哎。好啊。蛮好看的。嗯。坐好了的。嗯。啊？